可以，第一个问题是那個，你可以麻烦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吗？让大家认识你们一下。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andy Star。那我们是发迹于高雄的2009年。那早期呢，我们是有跳一些 ACG 跟日系偶像相关的歌曲。那现在呢，我们有自己的原创歌曲喽，耶！今天先是第二次到桃园酒厂上，那与第一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这次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跟上次比起来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而且今天的人感觉好像比上次还要多一点，所以非常的开心。那今天还有特地有那个医师朋友来，那有没有想对医师朋友讲什么话？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在大热天然后一起帮我们应援，而且其实不管是球场还是其他的活动，他们也都很常都会有医师来到场帮我们加油跟打气，所以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团体其实不能没有他们。这一次在球场表演与一般在动漫场上面的表演感觉上心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球场的话因为空间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就是会一定是会更紧张的，而且平常跟我们平常上的舞台比起来那个大小差蛮多的，所以就是为此我们也是算是有练习一段时间，就是适应那个大场地。今天表演两首歌，那这两首歌有没有你要介绍的地方？这两首歌的话，第一首就是我们的 Candy Star 的原创单曲，而且是我们的第一张的主打单曲，就叫 Candy Star。 那第二首歌呢，算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也是偶像团体，那这是也是算是他们的一首经典曲。好的，那就访问到这边。谢谢。